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和 Twitch。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仙剑奇侠传》问情篇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阳明啊，不是那个海运的阳明哈、啊，这个地图是阳明百纳啊，阳明百纳的地脉，这应该是地脉吧？对，地脉。好，我们终于到了尽头。经过三张地图之后，我们终于到了尽头哈、啊。你们看影片的时候，我会把总民工的影片都拿掉 ，OK。哦，没路了、哦，回头，走错了，慢。什么？那你有一尊石像，石像没见过吗？有什么稀罕的、啊？你懂什么？江湖上很多机关和门都是石像的样子，说不定这个也是。哎、欸，还有人在我面前冲老江湖啊！哎、欸，石敬啊，你别不信，看我把机关找出来。温姐姐要小心啊，我觉得那石像有古怪。你放心吧，再古怪也没那家伙古怪。哼，直接用那个照妖镜不就好了？快来看，这有一个字，名什么什么？哎呀，看不清楚啦。我看看，哈哈，这哪里是名什么、啊？明明是血如魂回魂。哎、欸，喂，你认字吗？不认字别乱念嘛，真丢人。哼，有什么可丢人的？谁认得那些小篆啊？如果是楷书、行书的，我一定认得。什么小篆？明明是大篆。旭儿，你来看看，这应该是大篆吧？嗯，是啊，看吧，你没念过书，不会有人笑你啦。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但是乱说乱错就很丢人啦、啊。你看人家旭儿文文静静的，那才像女孩子呢。你这样子，哪有人敢娶你啊？娶你的头！有没有人娶我，还轮不到你讲话？臭石像，我偏不要你是血，我今天非把你弄成冥不可！我靠，恼羞成怒啊！像蓝光皇这个角色个性哦，就是很传统的古代男人。确实。哎、欸，喂，你这是干嘛啦？念错字有什么关系？不用拿石头出气吧？大家小心，有妖气。哎、欸，怎么会？他怎么流血了？快滚开，肯定有毒。现在滚开，已经晚了。哦，你们赢了吗？废话，不看哦。那当然，木兰难道是你赢了？你不是失心疯了吧？哦，血如魂，回魂，懂不懂？不懂。不懂又怎样？不懂也能打败你。好丢脸！喂，你少说一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我要流血才能施展的。血如回魂，大家小心，是血如回魂。哦，已经晚了。血如回魂，那是什么？进入永恒之梦境吧，一次你内心的愿望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怎么有点像回魂仙梦？还是类似那种那个化妖幻境类似？哎呀，这是哪里？暴力女呢？旭儿呢？大家都到哪里去了？那个石头冲你们说什么梦？我说啊，我现在已经在梦里，也不对，就算是做梦吧，应该是我知道的地方啊。可自己我从来没来过，我先来一起奇怪看看。六二正来地，意上被挤于九零，物足七日得，相约正来地成钢眼，和解。
七日德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管他呢，自己来吃则安之，找个人问问看再说。那边有个小女孩，一到青龙就站在那里，莫不是给我来指路的？你看看，看到小女孩就兴奋了，看看，真是变态啊！哎，小妹妹，走啊，在这里等人。是啊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有点迷路了。这里是京城啊，你也是刚从乡下来的吧？这里很大很大，我来这里好几年，可是还有很多地方不认得，也难怪你会迷路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认识的地方虽然不多，但也许能帮你啊。京城啊，奇怪。八竿子找不着的地方，小妹妹，你在等什么人啊？看你好焦急的样子。我在等周赤炎周公子。赤炎？是同名的人吗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你也知道他是不是？京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。哦，那你跟我说说他的事。周公子虽然是尚书大人，尚书公子，但是为人一点架子也没有，经常帮助别人。全京城的人都喜欢他，他明天就要成亲，和相国的千金。明天就要成亲，今天还要跟你约会啊？这人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本来是为他绣吉服的秀女，昨天晚上不小心吃到手指，那吉服染了血，我吓坏了。重新绣的话，就算打死我，明天也绣不好啊。幸亏周公子路过救我一命，他不仅不介意吉服染血，还奖励我。说如果我连夜将吉服绣完，他今天带我玩一整天，那你一夜别睡。是啊，我要早早的绣完，再早早在这里等他。为什么染上血要重新绣啊？这是绣行的规矩，绣品是不能被弄脏的，尤其是血渍，根本洗不掉，整件绣品都废了。而且婚礼用的吉服更不能玷污，否则婚事会不吉利。这样啊。那周公子一点都不介意，我想他心里还是有点介意，不过他可怜我，怕我挨打受累，也怕我心里难过，那真是好人。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叫丝缎。丝缎？丝缎会是这样吗？她是我娘，现在我身在过去，是不是很奇怪的名字？刚娘帮我起的。她说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看你脸色很不好，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会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你姓什么了？我没爹没娘也没姓，是骂给干娘的。对不起，提到你的伤心事。干娘对你好吗？还好。这什么反应？才还好。别骗我了，瞧你这样便知道干娘对你不好。没什么。这都是命，如果我没被卖到京城，也不会见到周公子啊。啊，他快来了，你先走吧，不然看到我跟别个男孩子在一起，那也许又不高兴的。你喜欢他？不可以吗？我知道和他一点都不相配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喜欢他。人这样跟他天天在一起一天，即使让我去死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别这么说，每个人都喜欢别人的权利，只要活着就永远有机会。加油啊，千万不可以那么灰心哦。我知道了，你要是有什么东西要绣，可以来绣农绣坊来找我。别看我年纪小，绣工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。绣农绣坊？对不起，念错了，仙农绣坊。啊，他来了，你先走吧好不好？我是你儿子，你叫我走。不是这样走不会被发现吗？等很久了吧，看你的脸都冻红了，冷不冷？为什么觉得这个人的脸有点像长青啊？不冷。吉服绣完了？早绣完了。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那个迷路的外乡人。哦，你给他指路吗？你不是说来京城五年都没有出门游玩过，难道是骗我的？
没有没有，至少卖针线的杂货店和卖菜卖米的地方我还是认识的。看你急什么，我逗你玩呢。走吧，想去哪里尽管说，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哦，不怕啊，我把你卖掉。不怕，要是能被你卖到府上做丫鬟就最好了。为什么？那这样就能天天看到你，可以伺候你一辈子。唉，这已经是花痴的程度了吧。周赤言丝断，不行，我要跟去看看。吴承建，吴承建，这是抢吗？这是很烂，是假货吗？上古神剑威力无匹，指天天崩，画地地裂，居然都藏在这里。怎么感觉好像后面又被取代了？好，然后吴承建就这么简单。啊，这么多船。是啊，你们绣坊用的绫罗绸缎都是从这些船从南方运过来的。南方，我也是被人贩子从南方运来的。不是说好今天要开开心心的玩，不要说不开心的事情吗？我没有不开心，我是想如果我没有被卖到京城也就见不到你，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些人贩子呢。无言。怎么不说话？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人的一生很长，会遇到很多人和事，现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人未必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你还小呢。你呢？你不过只比我大几岁嘛，也许你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人也不一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啊。我比你大太多了，也见过太多生死别离了。我不管，总之我认定的事情永远不会改变，不管过去多少年都一样。哎，你这样不叫偷听吧？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！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，我买给你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你身上一个东西。是什么？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是你的东西，有你身上的气息就好。你这是古怪的丫头，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中衣上的纽扣，珍珠的。过几年你长大一些，如果你干爹干娘还虐待你，你就出来用这个换了钱，自己开一家绣坊。不过我已经关照过他们，要好好待你，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太过分。我才不会把它卖掉，那个时候都不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希望有一天能够亲手把它钉回到你衣服上。你呀，小小年纪脑袋里尽是一些怪念头。人家才不小，人家已经十二岁了。哎，周公子，好久不见。你自打定亲以后就没经过我正门，可像是奴家了。今天倒是好早，哎，快进来坐坐啊。我明天都成亲了，今天是路过，改天吧。哦，原来周赤炎平常都喜欢去怡红院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跟台湾的阿公一样这么喜欢去爹爹啊，去茶室那边唱 KTV， 被人家喂瓜子，摸摸旁边的身上的上半身，跟手手啊，跟手手啊。哎呀，赤炎啊赤炎，我亏你还是个正人君子，想不到你也是个禽兽不如的家伙。哎呦，明天就成亲，今天赶着来看奴家。周公子真是情深意重，感动个奴家都落泪了。少说这些风言风语吧，当着小孩子的面。我不是小孩子。哎，这边小妹妹，你不是仙农绣坊的小秀女吗？周公子，我说你最近怎么少来呢？原来是口味变了啊！
我们家有个新妹妹，年方14，诗词歌赋，吹拉弹唱，武艺不精，你就来见见吧。改天吧，告辞。死鬼，你说改天哦，别忘了。我不是小孩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不是小孩子，盼着你了。虽然我也不会弹琴，也不会唱歌，长得也不漂亮，但是我喜欢你的心情不输给任何人。哎，那些人不是喜欢我，是要赚我的钱，这里是妓院啊。这里就是妓院啊。好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我亲眼看到他进妓院。好，这不重要，我先捡宝物。好，先进剧情。你别走，再陪我一会儿，一下下就好。哎，为什么叹气？是因为我不漂亮吗？谁说你不漂亮？干娘说的，干娘总是骂我丑八怪。他胡说，不用理他。你现在还小，长大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看的。啊，你看一看，又要把妹了。如果我长大后比相国小姐还漂亮，你会娶我吗？我不要名分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可以吗？相国小姐是我今生见过最漂亮、最善良、最温柔的女子。我既然娶了她，就一辈子不会负她。我不会再接妾、再纳妾，也不会再去那些风月场所。一辈子？如果一辈子完了呢？我是说，如果仅仅是如果，我们三个都会死的。如果她先死的话，你会不会娶我？那你就不是负他了。你呀，竟是一些奇怪的想法。哎，你看，也就是说，赤炎在一开，在还没娶亲之前，是常常去一些风花酒，就是去一些妓院啊。男人呐、啊，哎，长得帅就到处拈花惹草。你回答我啊。好。我答应你，无论如何，做一个活着的，一定是我。好，我们勾手勾手，不许赖皮哦。好，这个香囊给你，我昨天晚上赶着绣出来的，不太好，你别嫌弃。怎么会呢？我谢谢你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嫌弃？天晚了，该回去了。嗯，怎么不进去？我要看着你回去，直到看不见你为止。哎，这是拿你没办法。在我们这么感人的剧情，你在跟我们讲东成西就，在那边梁朝伟在那边吃香肠，这样对吗？好歹大一下剧情嘛。哎，东成西就是王晶拍的吗？哇，那个真是大咖云集耶！那部片真是大咖云集，已经不会看到这种电影了。他们一定就是我爹娘。青藤，青藤，我有事问你吗？哎，回去了。啊，不要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啊。哦，不是王晶拍的，不然是哪个导演拍的，忘记了。这里还是清晨啊，怎么一下子到晚上了？这又是哪年哪月？哎，有人，尚书府。文慧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仔细看看，只是长得很像个人吗？这真的好恶心。终于熬完了哦，她是相国小姐哦，所以温慧她娘就是相国小姐。
静明。哎，静明不是蜀山的人吗？哦、我也忘记了哈、哦。哎，你好腹黑哦，笑了我还。哦，刘正伟哦，小姐有勇有谋，莫说女子这种罕见，就是须眉男儿也很少及得上小姐的。你看有惊无险，多亏静明长老从旁照应。静明长老，蜀山的，是掌门的师叔啊。小姐太谦虚，此妖术前点道行、法力、精神，乃老夫平生仅见。若单打独斗，老夫也未必他对手。幸亏有小姐帮忙，在他定力最弱的时候，以降妖符震慑于他，老夫也才能将他轻易收入锁妖塔。哦，真的是阴谋啊！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赤炎。想想真是害怕，要不是周尚书发现一些端倪，又恰逢道长云涌来此，我终身岂不是要与妖为伍？终身与妖为伍？那周赤炎他？周尚书眼光魄力远非常人可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谢尔歪，我知道。可是刚刚我觉得一撕断他的话，应该是指说慢慢老死之后，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啊。难怪温慧要找这个男的啊啊！对哈，可是静明已经死掉了。周尚书眼光魄力远非常人可比，能透过皮相发现疑点，实属不易啊！诸邦因果乃是小姐命中注定的，总算是除掉这一妖孽，也算是造福百姓了吧？哦，他身上的这个镜子就是温慧的那个镜子啊。只是小姐的名节，这个长老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和定国公温老将军之子暗中定亲，这是假借请妖，温家也是知道的。等事情平静下来，我就正式加入温家了。温家，难道还是温慧的阳亲？如此甚好，小姐请留步，这个请小姐收下，以后若是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，可且能代持上蜀山找我。多谢长老，我就不远送了，再会。我要跟着他，看他要去哪里。要尾随了。咦，人呢？哎，如意，在找我吗？为何跟踪老夫？从实说来，如有半点隐瞒，休怪老夫不客气。请问前辈是否是蜀山的静明长老？你都通听过了，何必再问？在下南宫皇，是长青长，是徐长青的朋友。南宫。老夫弟子长记书信南宫，莫非是他什么人？那是家兄。胡说，长记乃是孤儿，父母早亡，哪里来的兄弟？是这样的，我跟长记师兄偶然结识，结拜为兄弟，是义兄弟。是吗？你在何处认识长记？如何结拜？就在蜀山脚下的唐家堡。一派胡言，长期出入蜀山修业未成，尚未有资格下山，更何况唐家堡也是西南大宗派门禁森严，岂是随便什么人能进入的？况且结拜为义兄弟，也不必连姓氏都同样啊。唐家堡，我怎知？你若坚不吐实，就休怪我无情了。慢，有话好说。哎，什么？武灵轮？那是什么？武灵轮？这是蜀山遗失的秘宝，如何在你手上？
你和亲人那个叛徒是什么关系？你暗中跟踪我意欲为何？快说！我师父不是叛徒，我们在帮蜀山。还敢嘴硬？看来不给你一点厉害，你是不会说话了。不要！别杀他，他是好人。娘，姑娘，你怎样了？快救他！有贤叔，快啊！你叫我姑娘，不叫我小妹妹了。是啊，这不要紧。你感觉如何？伤到哪里？这很要紧啊，你觉得我不是小孩子，是女人了，才叫我姑娘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好人，总觉得跟你特别亲。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，我还有很多话跟你说。我从小，我……你快救他，那我也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你救他。他不碍事，只是痛昏过去了，交给我吧。你要把他怎么样？送他回家好好调养。他无父无母，被卖到绣坊做工，哪来的家？唉，可怜。既然我误伤了他，便要负责到底。先带上蜀山诊治，等伤愈后再定你刑旨。你回去告诉你师父。蜀山或许有不公之处，但并没有亏欠他。他将蜀山之宝据为己有，也是理亏。让他修作不利蜀山之事，休与数千蜀山弟子为敌。对，我已经挂掉，主角也会消失。你要按照蜀山的吗？那不就和文献中记载的一样了？又被带走了，这根本就回魂仙梦嘛，很像啊，这根本就回魂仙梦，只是他换一个名字而已，血魂回梦啊，血魂回魂，血系回魂还是什么？这里是蜀山啊，怎么又回到蜀山了呢？不对，这里好像是以前的蜀山吧，西边那些建筑都还没有，难道要发生文献中记载那一幕？各方神明保佑，弟子师范请求夫君周赐也健康安乐，早脱苦海。弟子纵然身对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也甘之如饴。唉，神仙姐姐，是你？你知道他是妖吗？紫萱的魔爪好像没有变哦。弟子早已知道，师父都告诉我了，你还是愿意跟着他。千千万愿，如果还没有任何灵力，只是普通人呢？每次看到紫萱都觉得紫萱好漂亮。只要他还是他，变成什么样子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晚上不要离开，在这里等。神仙姐姐，你答应帮忙的吗？我可以帮他拖出锁妖塔，甚至可以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人。但是，也别高兴太早，这一招对你我来说都是险棋。那我要做什么吗？不用，你好好待他吧。为什么叫他夫君？你们已经成亲了吗？因为我的心已经给了他，无论天上人间，
他永远是我的夫君。唉，神仙姐姐，过去看看，看看看谁？看紫萱吗？啊，神仙姐姐，你还没有走吗？哦，看到仙剑进来看哦 ，OK。我们直播已经播了仙剑新仙剑奇侠传一跟仙剑奇侠传二，然后第三个直播的是仙剑奇侠传三问情篇。啊，基本上我其实仙剑的系列都有玩过了。是我啊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偷听人家说话？哎，他已经忘记了吗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好像我见过一个人。但是已经过了很多年了，你的样子怎么一点都没变？啊，是吗？我倒没觉得啊。你快走吧，真对不起，今天对我很重要，我不想出意外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来帮你的。你为什么总在我最关键的日子出现呢？你是保护我的神明吗？娘，听，那边有什么声音？来了来了！啊，周公子，你是丝缎吗？哎，他没有看过丝缎长大成的样子吗？是，我是丝缎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走，叫我赤眼，以后再叫我赤眼。我没有姓，你也没有，我们本来就是同命鸟。神仙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是要谢谢这位女娲娘娘的后人，如果没有她，我不仅不能顺利出塔，而且也不会以人的姿态站在这里。刚刚真是千钧一发，太凶险了。现在好了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我现在死，我也甘之如饴。不许乱说，我们在一起不容易，要好好珍惜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对哦，长大前被关进去的，对哦。啊，这珍珠纽扣，你还留着？嗯，我说过要亲手把它缝到你衣服上。有人来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不要让他们抓到你。不用担心，树上弟子不会追捕现在的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早点离开为好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。你们快走，我来应付他们。那你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你们快走，快走啊！多谢。你多保重。爹娘，大胆妖孽，受死吧。咦，不是妖，是人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如此大胆夜闯蜀山，意义为何？我是什么人，你有资格知道吗？今夜有妖孽逃出锁妖塔，咱们下令严加戒备，捉捕若有妖孽，你生孽在此，恐怕与妖孽有所过节，我这样要问个清楚。现在咱们是青鬼长老吧？我是他师子，来蜀山还要你点头吗？胡说，你怎么是咱们的师子？让我看看啊，你叫林青是不是？这一位嘛，一定是林远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名字？师弟，少跟他废话，就把他拿下，交给掌门发落。拿下我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大行。哼，口气还不小，你本事再大，抵得过我蜀山数百名弟子吗？刚那个逃出锁妖塔的狼妖本事不小，可还不是被师叔师伯拿下？你就乖乖就擒吧。啥意思啊？啊，先不管他胡说什么了，趁元精未到，必须速战速决，只宜自取，不宜立敌。这应该也是动画剧情吧？这是哪一派的招数？
头晕。刚刚你们干什么来的？刚刚我们干什么来的？你们睡着了，做梦。我们做梦。现在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吧。继续睡觉，继续睡觉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哎，爹娘，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呢？哪怕一个晚上也好。啊，又被吸走了。这种小兵脸哦，一定很废，还来啊？啊，这里是不认识的地方，也没有来过。不要紧，一定是和父母有关系的地方，我慢慢打探便是。这石头女人的法术也奇怪，说不定是帮我还是害我？就算是害我，我都愿意被她这样害。哈哈，这蜜罐也太大了吧！我每次听到这个前奏都觉得是轩辕剑的音乐。总算赶在天黑前做完了，就算今晚上再下暴雨应该也没问题了。唉，没有了法力做什么也不顺利。爹，你我们在蜀山上见过。是找我有事，蜀山派你来的。不，我是路过。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哈哈，你是老实的孩子，说谎都不会。这石村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和官道隔着几十里山路，怎么会有人赶路赶到这里？迷路还差不多。爹，嗯？我是说，我爹也常这么说我。上次我们被蜀山弟子追赶，多谢你帮忙解围。虽然被他们看见也没什么，但终究是个麻烦。没什么啦，我也想知道如何来此。你愿意告诉我，我当然高兴。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勉强。我相信你不会对我不利。但如果你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我纵然拼上性命，也要保全家周全。我没有，我不会的。进屋吧，这一路夜被起风，你穿这么单薄，担心受了风寒。哎，可以进去了，我们先进右边。啊，不行啊！相公，院墙修好了，一定很累吧？快歇歇。嗯，这位是……你怎么又忘记我啊？一直忘记我。在下南宫皇。啊，你是蜀山帮我们那个人，快请坐，晚饭已经烧好了，一起来吃吧。一家团聚。嗯，南宫皇，好名字，不如我们的儿子也叫这个皇字。啊，你们有小孩了？是啊，还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呢。上个月27日刚刚出生，还没满月呢。哦，在旁边。哇，可爱，可爱。双胞胎，恭喜恭喜！请问他们是什么时辰出生的？老大是午时，老二是未时。怎么，要帮我排八字吗？是啊，带我算算。年柱、月柱双华盖，主孤寒，比劫重重。老大中年显达富贵，老二中年显达富贵。老大，老大怎样？是不是不好？这个命数平平。哥哥的八字怎么如此不佳？这是命运乖舛，还是别那么担心，撒个小谎吧。
马上英雄斩玉鞭，清高明玉世间全，逍遥快乐神仙客，紫衣荣华美少年。还好啦，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命数这种东西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哎，对对，快吃吧，菜都凉了。两个孩子都还没有取名字吗？我打算那老大叫火轩，是为了纪念一个帮过我夫妇的大恩人。火轩，他意思应该是指子轩吧。老二就定了，叫黄，和他哥哥的名字也蛮相配的，如何？不错，你想真周到，我听你的。火轩，原来我有个叫火周轩，周火轩是吗？是火轩吧？我的原本的名字叫周黄。多吃一点，饭还有，我再帮你添。哦，天哪，他们在吃饭，我现在好饿哦。谢谢。不要客气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嗯，对，他是在自己家没错。东厢是客房，被褥都是现成的，等一下就去那里休息吧。哦，他是一个字嘛，因为刚刚看着很像才子。好。好。我刚以为猜，不是他刚刚他那样子猜字，那我就觉得很像，应该是以前那个字没有这个字形，应该是。哎，宝宝嘞，宝宝嘞，宝宝不见了。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，他根本都还没躺下来。我知道你有话要问我，是，我有很多话要说。我还知道有些事情，如果你不弄明白，你是不会走的。也许是，我不知道。我夫妇一生坎坷，好不容易有这一年平静安乐的日子，我不想有人破坏它。我没有打扰你们的意思。我知道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感觉到我们有血系之亲，你不会害我们。我只想知道一些事。你已经知道够多了。我原本是狼妖，有上千年的修为，虽然能变化成人，但我还是喜欢以动物的姿态出现。人如果待我好，我会报答他；如果待我不好，我便惩罚他。直到我遇上周师爷，就是真正的尚书公子。对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他是唯一凭点待我的人，既不怕我，也不鄙视我。后来他因为救我溺水死了，我不能见他父亲伤心，便化成他的样子。再后来，你都知道了。你是怎么从锁妖塔出来的？就是我说的那位恩人设计放我出来的，事关他的隐私，我就不便多说了。你是真心喜欢相国小姐的吗？看来你知道了不少。唉，情之一致对我们妖来说太奢侈，不论亲情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我付出两次，两次被背叛，不如接受别人更长久些。你也一样，小心不要冲到我腹侧。爹，你说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不对，这是不好。什么声音？出了什么事？是我命里的魔杖找上门来了。他们怎么会出来的？你快走，不能连累你。爹，又被抓走了，重要时刻被抓走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结果没事啊。什么魔杖啊？啊，这也是啊，回来了，真想永远不回来。哎，梦慧，旭儿，你们怎么了？最长的剧情要结束了，旭儿，旭儿，你醒醒啊！嗯，旭儿，
不要欺负我，不要。雪儿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是怪物，我和你们大家是一样的，为什么看不起我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没有害过任何人。雪儿，雪儿，你醒醒啊，雪儿。黄哥哥，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不会看不起旭儿，是不是？是旭儿，所以旭儿要做你的新娘，你不会不要旭儿的，是不是？啊？旭儿要一辈子对你好，那你做这世上最幸福的人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不要，我不要你喜欢温姐姐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如果我先叫醒王鹏旭，跟先叫醒温慧，会不会影响好感度？攻略这边没写啊。哇，错赛！你每次跟他说话，我都很难受。我不要孤立你一个人。旭儿，哎，啊，你干什么？你醒了、啊？你刚刚在我身边干什么？呵呵，你刚刚一直说梦话，我很担心。我说梦话了，我都说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梦话我也听不太懂。哦，他直接读心哎，靠呗。你干啥？你骗我！你都听我说话，你明明都听到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骗我，你心一定要笑话我，看不起我。我没有，我可以对天发誓啊，旭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。你看，你漂亮又聪明又很有才华，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。仙术那么好，性格乖巧又可爱，就算出身寒门又怎么了？又不是太子选妃，偏偏百姓谁会在乎这些啊？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那你相信我没有看不起你的？嗯。这样才乖，这样才是正常的旭儿。开心，天哪，这到底是开心什么？开心什么？花痴吧，这花痴吧，先别花痴的吧。我不要叫，要叫你自己去。他怎么了？过去看看。啊，我影响好感度。我们待会再重来。温慧，温慧，你醒醒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交给什么四维族的狗屎大王。皇上下旨又怎样？他有那么多公主，为什么不来他们家？温姐姐，你醒醒啊！我不管，我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我要嫁给比自己强的人，绝对绝对不会嫁给我的手下败将。爹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为什么不疼我？如果娘在世，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娘，温慧，啊，你们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醒了醒了，温姐姐醒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你刚刚在做梦，都过去了。你们都听到我梦话了吧？是啊。好吧，也没有什么可瞒你的。我爹是当朝镇北王，连年在边关和四维族打仗，后来朝廷停战议和，四维族当王提出要娶我，身上便下旨让我和亲，我不愿意就跑出来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娶你？那头蠢猪在战场上见过我。所以你就跑到蜀山来了？是啊，娘说过蜀山是仙界与人间的枢纽，如果还有人能看人朝廷的话，那只有蜀山的。如果有仙人的帮忙，相信朝廷也不敢怎么样。再说我想见见净明长老，问他一些娘的过去，总觉得娘年轻时某件和蜀山相关的事内疚于心，而且我每次想养小狗的时候，娘都会非常生气，最后一个偷偷落泪。可惜金明长老已经过世了。现在我们到了离蜀山，你爹更找不到你了，别担心了。嗯，
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心里的大英雄，把自己嫁出去，这样爹也好，皇上也好，就不能强迫我了。大英雄啊，很难呢。我不怕，我想要的就一定能得到。这样大家都没事，就快走吧。走喽。那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没有，你想太多了。他有，他有。快走啊！来了，来了。他把狼当成小狗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是蛮像的，那个耳朵是蛮像的。哎，怎么掉到水里了？水流好急，黄哥哥，快来帮旭啊！你不是会飞吗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走迷宫了？对，我要走迷宫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倒霉？最近总是晕倒。喝了一肚子水。大家呢？大家怎么都不见了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静脉出口应该在这条溪流的上方，我们一出来就落水了。不好，也不知道温慧秀会不会游泳，我也赶紧找到他们。Oh my god， 这次不能开全地图了。好了，